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大家好，我是各位子君啊。今天这部影片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啊！又有什么新消息吗？哎呦，叔叔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跟各位训练家介绍过了最新扩充包《狂野之地》跟《印度审判》的发售日期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在我们2月2号农历新年之前嘛，好期待哦！叔叔，你真的很会抓关键字。新年，新的一年就是要开心，要庆祝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所以来跟各位训练家介绍新年的特别活动，就是2024新春版的活动将正式开始啦。各位注意啦，就是2月2日最新扩充包发售日，满额赠活动也会正式开始。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商品，满新台币350元或是港币88元，就可以获得一包特点卡包啦。那刚刚叔叔有提到，在活动期间购买指定的商品呢，就是包含以下在2月2号会发售的各项商品：扩充包《狂野之力》、《印度审判》、骑士组合《古代孤勒顿 EX》、骑士组合《未来密勒顿 EX》、欢天喜地组合《妙蛙花》、《喷火龙》、《水箭龟》及顶级收藏箱《喷火龙》。没错，只要购买刚刚介绍到的新商品满指定金额，就会赠送一包特点卡牌包，就是这个。噔噔！哇，皮卡丘也太可爱了吧！而且大家看右上角还有一个特制的2024新春满额赠 logo， 这里就先和皮卡丘跟各位一起拜个早年啦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那关于这次的特点卡牌包里面总共有9种卡哦。那开始之前呢，跟魏子俊先考考你，你知道2024是什么年吗？2024、嗯、哦，应该是龙年对吧 ？Bingo， 答对了，那就马上先从龙属性的宝可梦开始吧。首先是固勒顿以及密勒顿，哇，龙年行大运呐、啊！真的都是龙属性的宝可梦，而且他们两个原本是个别收录在这次的扩充包《狂野之力》跟《印度审判》里面。更重要的是，刚刚我看到2024的新春满额赠 logo 也都有放在特点卡上面呢。没错，这就是这次的小巧思啦。那看完这两张珠子代表的龙属性宝可梦之后，再来就是这两张，就是铁头壳 ES 以及猛雷骨 EX。铁头壳 EX 跟猛雷骨 EX 呢，他们都是特别强力的宝可梦。这次加上满额赠的 logo 之后呢，各位玩家也有机会在这次的特点卡牌包里面收集到他们哦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。刚刚有介绍了4只宝可梦嘛，嗯，那这边还剩下5张，我们就一次介绍完毕，就是交替推车、反击捕捉器、大地之容器、高科技雷达，还有双重波罗能量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5张卡牌，不论是在主牌还是比赛当中，都是非常强力而且实用的卡牌耶。加上了满额赠 logo 跟特殊的闪法后，哇，感觉要来跟朋友交换一下，换个4张纪念一下了吧。没错，这次的新春满额赠活动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时候，可以在游玩宝可梦卡牌的同时，也可以来收集2024年的新春限定特点卡。不管是呼应龙年的龙属性宝可梦们，还是强力又实用的卡牌，都有机会在这一次的特点卡包里面获得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次2024新春满额赠的活动介绍啦。最后提醒各位玩家，活动从2月2号开始，持续到赠完为止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才不错之后的商品通知哦。我是骆驼，大家好，我是各位主君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